这个信仰太高，这个信仰太高。那咱们这一节里面，就是说好的跟普通的区别的在哪？这个什么？就是像电极跟那个线圈，就是什么人家做的便宜的好的，就是怎么个？电极一般就是说。电极其实是没什么，就是没什么有差异，因为电极就你肯定是该用什么电极，该用什么电极，不然的话你整体。